下，我们一起加入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身边的人，去做更多正能量的事情，对不对？对，我们也期待着嘉伦在新的一年当中会有更多好的作品以及好的东西出现，让更多喜欢他的人能够获得支持。那现在就比如说在下面这个环节，他就有一位好的歌曲来送给各位了。又要唱歌了。是的，一会儿要唱什么歌曲？也是唱一首，就是在我刚刚开始唱歌的时候对我影响比较深的一首歌曲。因为当时那个这首歌刚刚出，我也是通过里面的一些歌词，然后反思了我很多的一些道路该怎么走，或者未来的路应该怎么面对。所以我也想把这首歌唱给大家去听，大家过后细品的时候也可以仔细的听听歌词。好的，那我们掌声有请任嘉伦。回到最初的美好。